5月2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首尔与韩国总统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同出席第9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这是该会议时隔4年多后重启，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受访国际问题专家表示，此次领导人会议释放出推动中日韩三国合作重回正轨的积极信号。三国领导人能够再次聚首，三国政府啊，在这个这样的这个复杂多变的、充满不确定性的这个形势下呢，有这样的一种信心、勇气和这个意愿，推进这个三国的这个区域经济合作啊，同时呢，引领这个区域合作的发展。实际上呢，表现出了这个从高层啊对这个东北亚的这个中日韩合作的一种强有力的一种支持，我觉得它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提振这个区域合作的信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举措吧。2024年是中日韩合作机制建立25周年，也是中日韩工商峰会创办15周年。专家认为，中日韩三方领导人在此特殊时间节点聚首，具有开启新征程的特殊意义。中日韩这个合作机制呢，实际上呢，它是有一定基础的，建立了以这个领导人会议为核心，部长会议、高官会议啊，以及这个70多个分层级的这个机制做支撑啊，这样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机制。但是呢，因为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啊，加上疫情的冲击啊，实际上呢，这些年呢，这个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的这个运行啊，实际上是这个迟滞了。通过这一次三国领导人会议啊，以此为契机呢，能够在原有的基础上呢，能够激活在这个原有基础上呢，进一步的向前推进。三国领导人出席这个工商峰会，我想呢，应该会给亚太地区的这个国家工商界的人士给他们信心啊。首先呢，也是给这个中日韩三国的这个工商界、企业界人士以信心。此次领导人会议成果颇丰，三方发表第9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中日韩知识产权合作十年愿景联合声明等多份文件，进一步明确合作重点领域。同时，韩日领导人也表示，希望三国以此次领导人会议为新起点，保持合作稳定性和连续性，不断深化人文、可持续发展、经贸、公共卫生、科技、救灾等六大领域合作，重启韩日中自贸协定谈判，共同促进东亚区域合作。专家认为，此次会议涉及的合作领域全面广泛，且具有前沿性，全面勾画了未来合作的主要方向。涉及到民生问题，比如像这个公共卫生啊，涉及到这个可持续发展和这个气候变化呀，涉及到这个人员交流，我觉得它一方面就是说体现出是对民生啊，对这个人民的这个福祉的这个高度的关注，对经济发展的高度关注，同时呢还体现出这个前瞻性和前沿性，因为提到就是说要加强这个科技和这个科技领域的这个合作。再一个呢，就是说涉及到这个非传统安全合作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灾害救助嘛。那么总体上它是比较具体的、比较务实的，三方有这样的一个共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开始，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积极的一个动向。中韩合作呢是需要这个九九为功，这样的话呢，这个机制才能够长久的这个良性的运转。